我是绿油精粉丝回馈大使杨子怡。不会吧？你以为点进来就有礼券可以拿哦？不是哎，你是要抽礼券给绿油精哎？对啊，不信你看，抽礼券给绿油精啊！你人怎么那么好，这么贴心啊？绿油精一定会谢谢你的啊！你是因为太累所以看错。不要难过啦，不然我给你笑笑。好啦，跟你开玩笑的啦，我们是真的想为辛苦的你打气，恭喜你获得抽到礼券的机会，我们有超多超值的礼券等着你来抽，记得填写下方的抽奖表单。绿油精，懂你的累。小时候他就陪伴